我是你的老朋友，浩辰，又见面了。准备好再次输给我了吗？这次我一定会彻底击败你，拿到冠军。突破了五阶的确不一样了吗？但我会让你明白，五阶之间已有天壤之别。星海凌炉，众星上星。 蓝与光之芙蓉，没想到奇迹之剑对他的战力提升这么大。蓝与光之芙蓉能短暂拉平我他的灵力差距，但想打败他，远远不够。 是猎魔团选拔赛最后的巅峰对决，牛啊！龙浩辰，冠军只有一个，而且只会是我。那就手底下，先真章吧。 两人的身心已达极限，但冠军就在眼前，没人会在此刻退让。